麻豆酱，我在那喝一口麻豆酱。你要喝点啥的？我刚刚那点一种麻酱。你今晚收银呢？比如我刚刚那点的，我麻豆酱不上公里，你刚刚那点的。哎，还可以，麻酱是这样。麻豆酱。那老年的没有了，我妈刚给你说，吃辣的，干的干的，没啊，鸡公的，没公的那鸡公的。啊，干完这里的，再吃。这个是干完的，哎，再吃干好，再吃一口嘛，老弟。明年真特别，你好，